八年剧院变身酒店。Hi, welcome to the QT Sydney. Come on in. 我哋嚟睇戏、睇歌剧，定系睇表演啊？全部都唔系。呢一家位于悉尼市中心、已经有八年历史嘅国家剧院及高 wings 百货商场，而家已经变成酒店啦。佢唔系普通嘅旧建筑物活化，除咗外表，里面嘅设计尽可能沿用旧有嘅家私、人偶、书等等，保留原汁原味嘅独有特色。同时，设计师亦加入咗新元素，例如喺墙同埋走廊放唔同嘅艺术品，令到酒店更有格调。好啦，等我哋一齐入房睇下先。啊！哇！掹掹掹嘅一条走廊，点解幅墙嗰度有隻手喺度噶？唉，唔止一隻添啊！啊，净系想知道房间几多号 number 啫，唔使制造咁惊嘅气氛嘛。唉，终于入到房啦！好彩，完全唔同格调啫。头先实在太惊啦，我都系早啲瞓啦。